杀生的人短命和多病。二、抢劫偷盗，贫穷和财产保不住。三、犯邪淫，配偶不贞良和夫妻相争，不随己心。前面这三条叫身体的三不善业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夫妻以外的，包括还没有结婚的男女的性行为，都叫邪淫。那如果邪淫以后，你的先生太太就对你不好，经常吵架啊，不随你心啊，你说东他说西，你要看电影他要吃饭啊，两个就经常斗嘴，没办法啊。所以犯邪淫要念来尊佛，跟我念一下：南无月光如来。对，别人犯邪淫，或是你自己因为过去是邪淫，这辈子感情被欺负，那你就要一直念这尊佛来忏悔：南无月光如来。然后杀生的人很多，要念来尊佛来忏悔，念一下：南无多罗树王，圣德如来。啊，我先来念，各位叫忏悔哦，把我杀生吃肉业障消除掉。南无多罗树王，圣德如来。南无多罗树王，圣德如来，愿杀业消除。啊，所以佛每一尊佛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，各种众生的业，所以有各种的佛的功德愿力来帮助我们。那犯偷盗的人要念哪一尊呢？来，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。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。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。那就消除我们过去是偷盗啊，这辈子就比较容易赚钱了，不会亏钱了。